不山如新恋打造美肌底妆。今天我走一个非常薄透清爽路线的妆容，因为最近流行了一个全新的名词叫做裸砂肌，它就是在你的肌肤上面薄薄的擦了一个控油抗汗而且非常非常持久的一个隔离霜之后呢，再薄薄的上一个全新的底妆，要水当当一基地才能画出完美底妆。三金也大方分享它的美肌秘诀。完美肌底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保湿做到好，所以呢早上起来先按摩自己的肌肤，然后 make sure 你身上要用的所有的保养品精华液都能够按摩到你的脸上，而且顺势要带到脖子肩颈，让你的脸醒过来。醒来了之后我们再慢条斯理的来上底妆。如果有很多亲爱的上班族 OL 姐妹们，没有关系，我们就前一天晚上先敷保湿的面膜，然后晚安冻膜去睡了，隔天早上起来用清水洗掉之后呢，捏捏自己的脸让它醒过来，然后再上你的底妆，你的脸醒了，这是很重要的事哦，跟喝红酒一样哦，脸要先醒来，你再上你的底妆，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 pebble。